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在面相中，额头低窄的男人不仅运势较差，且智慧也会比较的低，但却是会耍着一些小聪明，凭借着此也能够获得一笔不小的财富。而在追求异性的方面，就会利用某些异性对于物质的需求，从而获得异性的芳心。而人就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，越是容易得到的东西，越是不会珍惜，所以在自己玩腻了之后，就会毫不犹豫的离开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